前 TVB 花旦郭可盈5月24日跟弟妇熊黛林前后脚现身香港湾仔出席拍卖酒会。目前把所有时间都放在照顾女儿上面的郭可盈表示，女儿当天终于考完期末试。这对啊，这个都是一个要想一想她这个漫长暑假怎样去度过啦。她现在就喜欢那个一对韩国的女团，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Blackpink， 她很喜欢，所以都会跟她一起去看演唱会，还有去旅游咯。郭可盈自曝买了下个月 Blackpink 澳门演唱会的 VIP 区门票，打算跟女儿以及老公一起去看，但没想到最贵的门票反而是站票，幸好对自己的体力有信心，看来这方面女儿才是专家呀。会不会带女儿去学跳舞？他经常他看 Blackpink 的 MV， 所以他现在也跳得蛮不错了，已经。都唔阻止佢追星。当然我们都不太鼓励去追星，因为现在他还小嘛，所以就去那个欣赏的角度去欣赏就可以了。看到女儿对韩流这么痴迷，也全力支持，郭可盈是打算让女儿长大后入行吗？他比较喜欢音乐的，对，还他都是很享受台上面的演出，在学校他都很多的演出的，他都会，但是如果将来的事情大家都预测不到嘛，所以我都是要陪他成长，看看他的未来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